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自驾环游中国频道，我是夏天，我是华姐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八戒寺啊，上期视频带大家逛了一下，这个八戒寺是中国唯一供奉猪八戒的地方。对，今天这一期视频呢，我们带大家去一下宝山市的卧佛寺。对，据说那里呢是猪八戒还是当猪妖的时候所在的地方哦。走着，前面这个就是卧佛寺了。本次导航结束。我们正前方就是卧佛寺，它正门好像没开，开的是侧门啊。卧佛寺位于宝山城以北16公里的云岩山路，寺内因拥有全国最大的巨型卧佛而闻名中外。卧佛长6米，重达10吨，据称是全国最大的玉卧佛。卧佛寺大殿非寻常之殿，乃是依天然石洞所建，洞殿浑然一体，极其巧妙。洞中还塑有500罗汉等佛像，雕塑艺术精湛，令人惊叹。哇，这个卧佛寺还是感觉挺大的啊！而且一下子进来就觉得佛门圣地很清，对，很清静啊，一下心都静了。哇，前面有一潭水，漂亮，很舒服的感觉。这个就是那个放生池了，可能放生池是吧？对，喜欢这种清静的地方，感觉很好。对，然后你看到这个寺庙的后山哦，郁郁葱葱的树林。对，你看这中间都是莲花。哦，对，看。据说这里面的那个鱼会嗑瓜子儿啊，鱼，大家能看到吗？那黑色的在游动的那些都是鱼，看，好多。快，咋办？哎呀，刺着了！天哪，华姐的手机直接给掉到水里了，这咋办？这下完了，去找师傅有没有网子？啊，找一下他们。我去，我们借了一个网子。哎，希望我的手机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捞上面，别捞，别急。好了。没捞上。好了，没捞上。要不要拿杆子给你拨一下？别动，别动。手机太重了。杆子给你拨进去就好一些。哎，还没捞上啊！你得要拨进去。嗯，我要不要给你拨？小心啊！你小心点。不行，不拨弄不进去，好像。进去没？没有，我看不到。没进去。哎呀，我去！在哪了？哪去了？在那。在这。来，我给你拨吧。你把杆子扶着，我来拨。你放着别动。对，我已经碰上了。啊，好像拨进来了。别动。没进去。没进去。还挺深的，这个。哎呀，不行。弄远了。哇，掉进去了。掉进去了。掉哪去了？哎，完了，底下有石头，这咋办啊？哎，我看不见了，刚刚能看见，现在看不见了。就是啊，在这儿好像。哪？在这个地方。看不见。位置卡的呢。几分钟以后。哦，天啊！看，捞上来了，它居然还没有那个啥哎！关机，先关机，先关机。对，我指纹已经识别不了了，强行关机。天啊！哇，这太惊险了，朋友们！哦，我给大家千万提个醒，以后千万在水边一定要注意。华姐刚把那个手机从包里拿上来，就直接掉进去了。哎，把我俩捞的累的，而且它这个挺深的，看。水到这儿了，对，
看到这个位置，我去，看到那个位置了，水。刚才我都想跳下去，都滑姐肩膀了都。嗯，水还是很深的。哎，还好捞上来了。嗯，天哪！哎呀，我去！下次一定得注意了。吓死我了！我把那个啥，把它拿那个啥喂，这个纸把它包上，让它吸吸水。对啊，把它控控水。嗯。前面还借了一个火钳子，那火钳子太短了，连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到水跟前还有一截子。可以可以，能捡上来就是万幸了。嗯。进去把网子放了。啊。啊，不幸中的万幸。哎呦天哪，我的心都快掉出来了。中间这个亭子里面好像供奉的还有佛像，我们看一看。这个亭子叫大悲亭，大悲亭那就是观音的。嗯，哦，哦，千手观音啊！哇，你看这个倒印，多漂亮！哦、把那个佛字也倒印上了。嗯，哦，太漂亮了这里。嗯，哦，在这里面我觉得可以发呆上一天，都很舒服的感觉。对，看这条鱼太大了吧？看，哦，太大了这个鱼。啊、嗯，这才是真正那个修行的圣地啊！对，幸好这个池子的水清。所以那么深，咱们还把手机捞上来了。要是浑浊，就根本就看不见了。嗯，还有就是，还好你那个手机背面那个颜色。哦，我它那个是紫的炫光的那种颜色。亮吗？对，特别亮。要是黑的，那就啥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今天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太亏的是翻过去的、哦。对。要不然的话，刚好是你那个后壳，那个颜色特别明显。嗯。哎，不幸中的万幸。小心脏又回腹腔了，多么宁静的一座寺庙在这儿。我觉得这个寺庙感觉特别好。嗯，特别舒服。嗯，哇，后面这个殿堂也很漂亮啊。感觉太好。啊？捞上了。啊，捞上了，谢谢。非常感谢。刚刚问他们借的那个是。就是捞鱼的那个捞网。嗯。然后都在关心我们手机捞上来了没。哎呀。人真好。师傅说大多数都捞不上。嗯，他听他的口气，应该也有人掉进来过。他说其他人都没捞上来。嗯，你好好拜拜吧，今天。幸运的，真的是。对，我是只要遇见我就拜了。嗯。是新疆的。新疆。啊，新疆的。哦，嗯。对，我们专门过来旅游的。啊，嗯，您是在洗衣服？新疆的好地方，好地方，嗯，也很美。哦，这个水是山泉水吗？哎，山泉水。哦，这是山泉水啊。哇，好清哎。嗯，看，就这么小一个洞，嗯、水特别清、嗯。这个水能直接喝吗？啊，咱好比用了呢，可以喝。可以喝啊。哦，真好。电路让鼻子从那个里边出来的水。哦，从那个山上出来的水。啊、嗯。哦，经常有人来打这个水。嗯，咱们这个寺庙特别清静，好舒服呀。好，真的啊，一待觉得好喜欢。哎，可以。您在这里多久了？我来了30多年了，这些全部都是我来重建的。哦。那些文革中破坏了。哦。在文革的时候破坏了是吧？破坏那部队在这边，通信长，通信长在里边嘛，把这部队房子拆掉又重建。哦，都是您弄的。哎，大家的工资钱，我只是把大家转转有了。这服务车，服务一天当天，原来养不有。嗯。哎、啊，这建的很好。很好。啊、那些围墙，原墙原来是框子，框到处。哦，现在建成围墙了啊。哦，把围墙当天提起，人要不这么成人下来。嗯，就是。这个寺的感觉不？我们刚一进来，在那个池塘那儿，就觉得好漂亮，好美啊。哦，那个鱼从来我们中国只有这点鱼，拿到别处养不活。哦，那个鱼只能咱们这儿养活。哎、对对，它从里边出来的鱼。哦，从山上出来的鱼。嗯，可以。其他地方都养不活，我看那鱼好大哦。哎，大家知道不对，不对，走的时候哪里养了没有？这是有出来的。嗯，都不用养啊。哎。从山上直接就流下来了。啊，现在嘛，列为保护的鱼，干不能拿。对，要保护鱼，嗯。啊，我们一进来跟我们之前去过的寺都不太一样，这个寺就感觉特别清静，特别舒服。哦，在那，它
因为这个山林嘎。嗯，因为这个山林。这个水山林和这个水嘎。哦，还有水好啊、哦。您今年高寿啊？你说我高寿吧？我觉得您可能也就七十多。七十多。啊。八十多。八十多了，精神这么好。可以，我出家，我吃素就吃了七十年了。哦，您出家七十年了？吃素吃。他说吃素。哦，吃素。哦，吃素七十年了。哎，我不在寺庙。哦。我在家里搞缝纫。哦。那些衣服会缝。哦，以前是做缝纫的是吧？搞缝纫，生孩子，这就养活，养养活。嗯，啥都会。哎、那您出家有多少年了？出家就七十年了，七十年了。哦，那您是十几岁出家的啊？啊，我七岁就吃素，我一直吃素。哦，一直吃素。嗯，精神太好了。嗯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他这个寺庙是挨着山，在这个山底下凿了一个洞建的。对。哦，真的是这个生态很好哎。它里面还有很深的岩洞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嗯。哇，看，我们正对着的，就是卧佛。哇，这里面好黑哎，这个山洞里，一丁点灯光都没有。就是啊。啊，我们这样敢不敢往里走？我觉得好黑啊，这视频里拍出来还有点光亮，其实我们肉眼看上去特别黑，前面。嗯，旁边全都是罗汉。我们去问问这里面现在能不能走。我们刚刚问了一下大师啊，说这里面就有一节子是黑的，让我们开着手电的电筒过就行了。对。但是我们的手电呢，一开电筒就录不上视频了。嗯。所以我们只能摸黑进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挺吓人的。害怕吗？有一点，你不紧张吗？我稍微有点紧张。对呀、啊，好黑，主要是啥也看不见。我不然把我的手机。你的手机能不能用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不敢让你开机，我怕它别进水了。我觉得应该还可以，在下面那么长时间都没事儿。啊，那你试一下。好紧张啊！哎，刚闪了一下。嗯，你看我这样把它夹着，还是有水，是吧？还是有水，出来了一点水。那这样子还是不能开机吧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确定啊？嗯。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你看，哎，这华为手机还真不错呀、哎。嗯，你把手电筒打开。嗯。啊，你这个光，我把它给堵住了。好说，我是说，嗯，放松。咱们先就走这一节子，待会儿你就把它关了，好吧？哇，先打着手电，也是黑的，但是只能看，但是能看清脚底下了，嗯，是吧？对。旁边的八百多万会很好看，对，而且说句实话，挺害怕的。这走到一个拐角，拐角是吧？啊，我天啊！你看我手机拍的都出马赛克了，就因为太黑了。确实好黑啊，还没有看清楚。慢点啊！嗯，这往哪走了？这得钻洞。哇，这地方好低啊！这么小的洞。哎，你看它这石头。哇，晶体都是，对啊，是啊，看亮晶晶的，对，很像那个水晶矿石，嗯，里面含矿，对，我的天哪，哇，得蹲一下呀，我，哎呦，我的脑袋，你慢点，蹲低点，哦、确实从这走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啊，咱照一下后面，照一下后面，哎呦，看在没别的地儿了，啊、你看这上面还有个深洞。就是吓人呗，哎，为啥逛个这个洞这么吓人呢？就从这走，你看，对，就从这啊，嗯，没了啊，啊，看到没？不是吧？到头了，走错了，回，小心头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哎呀，我去，撞着了，你看，哎，照照这边啊，那就说就这么大。我还以为可以转过去。看，这就是一个圈，就这么大。那它啥意思啊？那就走不出去啊。嗯。哎呦我去，把人是紧张的。哦，它就这么一点洞。对，就这么一点洞。嗯。那肯定是刚才咱们进的那里面，就是原先猪八戒在那
对，窝到他睡觉的地儿。就说那个洞，就是猪八戒还在当猪妖的时候，嗯，啊，在那休息的洞，挺紧张的，真的。啊？啊，是从这走吗？到头的感觉，哎，但是这有一个起码可以走的地方，那也是越走越窄啊。走看看去。哇，这里面说话还有回音耶。嗯，这是房间。哇，是空房间。哇，这有空房间。哎，天哪！哎，说真的，走这里面。我出一身汗，这不是挺凉快的吗？看，这转过去了。哦，这是走到头了。啊、嗯，他说是一截黑嘛，然后这出来就亮了。这出不去了吧？可以的吧？出不去了，这就到头了。走吧。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在这里面走，其实我还真挺紧张的。刚刚我们前面走的那个太吓人了，还有钻洞的时候。照一下这外楼上的一些表情啊啥的啊，哇，这些雕像真的是惟妙惟肖的，对，很好看。嗯，哇塞，终于出来了，我俩在里面还是挺紧张的。太黑了，黑洞洞的，就我们两个人在里面，而且特别安静，又是在山洞里，嗯，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挺那啥的。嗯。